虽然中国官方2018年5月公开的画面显示，歼15舰载机已在辽宁舰上完成夜间起降作业，但最新的消息称，该舰载机很可能因重大缺陷，不能真正部署在中国航母上。时事通信7月5日报道，由于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所载战机歼15已经连续出现多次坠落事故，是否适合部署到航母上，正在考验中国军事领导的决策力。中国航母还未最终确定配备哪个型号的舰载机图源。BCG 与中国军界有近距离沟通的消息人士透露称，歼15的操纵性能存在不稳定缺陷。虽然中国国家主席同时也担任中国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专题很想尽快完善中国航母的相关军事设备部署，但歼15的这个问题很可能不适合急于部署到辽。